开始了，开始了。宇轩先上，宇轩先上。擂主也是五必换，擂主也是五必换。
我今年啊，38了。
以前被键盘耽误了是吧？我真上罗伯特啊！我操！这是什么？完了，我操！
不知道怎么搞的，全是失误。大门前 A 出了两三次，怎么出的？他妈有病样的，真的是。想不通，怎么连续出前 A？ 妈逼，克里斯刚刚中脚正摇脚也出不出来。啊？哦，谢谢申鑫哥，谢谢申鑫哥。哇，这漂亮！这要是上次就追加了。宇轩现在是摇杆了，不是键盘了。晚上好，刘哥，晚上好。
嗷一下就死啊。开了开了开了，听得到吗？啊？前面没说话呀，看他在打呀，他打扰他。
不，他在打的时候我怕打扰到他的，不想跟他说话。哇，漂亮这个！Nice， 这血量就没了。我操，这逆向有点跳的有点诡异啊。
这你都敢抓？出其不意是吧？是这个是吧？反正就是搞了一下，是吧？搞了一下，搞出去就行了，搞出去就行了。哈哈哈！你上去用过我枪啊？进的摩托车不进的过我枪，妈呀，还有可能？咱们那个老板，他不就是让我用克里斯吗？他就是让我想让我练克里斯啊。他意思就是让我用克里斯啊。让我指定他们用一个人，我肯定指定他们用大猪啊，是吧？或者拜仁呢？但是我好喜欢。翻盘，这个驾照简直就是神了。我漂亮死了吧！我操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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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白光这不是红光啊？那没关系啊，这些鸽子花了礼物就已经很开心了。刚刚我们黄金金比分了，你成金比分了吗？啊。你总共剩下十八个币嘛？你这一轮还有三个币。哎，他把我的墨镜到哪里去了？给你们一人一个墨镜。感谢圣琴哥，感谢圣琴哥。
跳了一下，哎呀！搞他！妈的！宇轩真大腿啊，真大腿。
就硬防。太帅了，
哇，这个天地反是怎么中的呀？这个这么猛啊！我不用上了吧，我直接打黑皮吧。
哇，you
哎呦喂，我操！这里是怎么搞的？干嘛呀？
打你妹哟、哦！我操！
我操！
我操！八神怎么会出个升龙角出来？我出你妈个逼哟！要死了一样，真他妈有病一样，真的是。怎么出个升龙角出来的？真他妈神经病！真他妈看不懂，我操你妈逼！神龙角出来，真他妈有病，真是！他妈个逼的！
妈逼不知道失误多少次，妈逼真正打得真他妈郁闷，我操！我打得好好的，妈逼八神阵要压他的时候，妈逼出个神龙角，他妈傻逼，我操！真他妈不知道怎么出的。